谁撒的。嗯，这准是有一级演员捣乱。你说你有意思吗？多好玩啊！给人孙越叫上来，后台很开心。嗯，因为这个时候可以在后台洗个澡了。嗯，一会儿你们看人就瘦了，嗯、都洗下去了。哈、啊，今天是纪念我师父侯先生侯耀文先生的专场。对，在后台聊天说到侯先生的时候，大伙儿都非常的感慨。哎，啊，尤其是前两天和师父宽先生，嗯，一聊这事儿、嗯，老头眼圈都红了，怀念。人生得意知己不容易，是说句良心话、嗯。有人说了，我朋友多，嗯，30个50个都是我的朋友。哦，您可记住了，交朋友长得住了眼。哦，那、啊、如果说交几个酒肉朋友，嗯，宁可没有，不可取。吃饭喝酒有他，嗯、有事儿扭头就走，不帮忙，这朋友别交。嗯，是不是？我觉得人一辈子有俩朋友就够了。这俩朋友是什么朋友？好比说一个张三一个李四就足够了。怎么就够了呢？张三可以借钱给你，那李四呢？张三敢要账，让李四打他。哎，您什么人性啊？这是你照我说的这办就行。这可以，这可以 啊, 啊，足够。对我来说有您一个人我就知足啊，自己打自己。我有您一个人啊，说句良心话，盯得上千军万马。哎呦，您夸奖，能跟于谦老师合作是我的荣幸，过奖。43岁了，对了，43岁。嗯，往回倒43年前，嗯，您的出生是中国相声界的一件大事。您这个严重了，真的。43年前那一年，嗯，天气不好，哦，天下大旱，没水，也没有水，没有粮食，粮仓子都没有了。哦。仓也空，井也空啊，仓井空了、啊，嗯，这就绕的人吗？您这不是？43年前啊，他父母并不知道，当天晚上就要降生一个可爱的孩子。哦，还不知道呢啊！老太太当天，哎呀啊，肚子胀，没有食欲、嗯，没有想吃东西想法，吃不下饭。父亲还问呢啊，夫人吃点什么呀？是啊，老太太摇摇头，嗯，唐僧到哪儿了？妖精啊！要吃唐僧肉，这是不是有唐僧肉也吃不下去？您倒说清楚了啊！肚子难受啊！到了半夜，嗯，12点那叫子时。哦，老太太一较劲，嗯，嚓，生了，拉了，这是。这不是生了，哎、这说那么恶心，哭嚓哭嚓的，咱没生过，啊，哎，弹簧弹出来的，所以大胖小子就生孩子了，满月的时候抱出来，凡是看过的都挑大拇哥，怎么呢？天庭饱满，地个方圆，面相好，此子日后了不起，哎，不至于，看面相这个人，嗯、看脚，哎，这怎么看出来的？这是对不起，不会说，反正看面相，脚着了不起啊！这嗨，脚着了不起。随着您的成长，果然您是这份的啊，也不能这么在这个后台来说，这是最有文化的人，还有文化，好看书，喜欢学世界名著、古典文学啊，哪一本都能倒背如流。嗨，这不至于，真的啊！有会儿功夫看书，嗯，坐在后台拿着，那倒是。咱一瞧，罢了，人家看着书高了。爱学，钢铁是祖母练成的。哎，我看书都说外地话啊，钢铁是祖母练成的，还是我知道祖母练成的。哎，对，我看的是药匣子那本。哈，不是，啊，这叫什么来着？是怎样练成？怎样练成的？对，这是俄国书。哎，嗨，俄国的，俄国的哈。嗯，国内的古典文学那就更不在话下了啊，倒是都看过《三国演义》啊，《水浒传》是，《西游记》嗯，《西厢记》啊，《西都记》哎啊，我看着要进去，这是不是？是反正古典文学名著看了很多啊，倒是有几本啊。一看书是他得一大桌子啊，桌子小了看不了书，摆不下，正当中放这本书，好，旁边放本字典啊，字典边上本工具书，嗯，怎样查字典？哎。这我就别看了，这就我连字典都不会查，我费多大劲呢？看本书，忙活死了。不过他忙活，哎，行，不容易。哎呀，不容易，废寝忘食，那错不了啊啊！在后台，脑子比我们都超前。哎，我叨腾的啊，我曾经不止一次的夸过于老师脑子时尚。哦，真的啊，第一个开微博的是他啊，这倒我早啊。第一个用微信的是他，是
我都纳闷，微信他坐在那儿，阿丽，微信干嘛呀？嗯，这个微信，你看我给你嫂子发一个啊。哦，老婆，我很想你。我媳妇儿发过去。嗯，干嘛呀？你等着，一会儿他就回过来了。是，给你拿着看，演示。拿过来一看啊，嗯，我都傻了。怎么呢？上面有行字，写的是对方正在偷人。嗯啊，不是，这回述的太细致了吧？这师哥，这个怎么啊？什么呀？对方正在输入。呵，哎呀，嗯，哎，我也纳闷儿，我在这儿了，他怎么会反映出那个话来？得去，您这。这太想法太邪恶了，您这看眼神不好，看差了，偷人输入很相似，我去，差远了，这个吓我一跳，我说太神奇了啊，太神奇了，反正我说这意思，跟后台这方面他这个啊，我倒喜欢这个玩那魔兽世界这游戏，什么侯震啊，郭麒麟啊，郭麒麟。